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交易市场。今天是6月8号下午，来了一辆13米双层大半挂，牛、马、驴都有。先出来是牛，还是牛？这牛公的啊，公的比较多一点，骨架子很大。一层的前面是几匹马，后边驴，哦，马。架子马，这架子马非常的瘦。好了，二层的马开始卸车了，银鬃银尾的。哇，这个白色的很漂亮啊！哎，二层的往下下。哎呀，哎，二层的马接着往下下，看看颜值怎么样。还有两匹花马，主要就是瘦。啊，这些架子马不能骑的。育肥非常合适。